你说什么？想吃。为什么？啊，晨晨，你跟我讲为什么？你可以跟你爸讲，都跟我讲啊。你跟我讲，你要干嘛？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怎么一直在坐电梯呀、啊？我喜欢坐。你喜欢什么？坐电梯。你喜欢坐电梯？你在舅舅家好像也一直在坐电梯，对不对？表示开。开，我开。我按什么？你看，既然要去几楼啊？我要去。你不要，你去，你在舅舅家是不是也一直在坐电梯啊？啊，嗯。